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，有宝贝想看我拍便店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期看看凌晨两点钟的便店会是什么样子的，顺便来给大家出一些便店隐藏吃法。走，哇塞，人们到了，感觉凌晨来，整个便利店都是我的，快走。哇，真的没有人，而且刚刚上货，今天没有人了，没有预约，突然有点不习惯呢。小把你给惯的，上货了，超级的多。你是来进货的吧？先来安排一个篮子，开始采购。这是我今天带的做饭神器，现在都直接在店里加工了。哇塞，这可能就是凌晨便利店的幸福吧，想吃啥全都有。哇塞，这种饭团可以多来几个，先来一个煎蛋肥牛，豆儿凉的也不错，整一个。今天再来尝尝这个中卷寿司，之前没有吃过的香菇拌面，来一份。哇塞，凌晨两点了，还这么多人。看来和你一样的还挺多。这么多甜品，谁看谁迷糊呀。巧克力瑞士卷来一个，下面是牛乳口味的，来一个。这三个味道估计成都人民都吃腻了，还是来一个我最爱的白桃乌龙。这种冰杯来一个，一会儿做隐藏饮料。再来一个冰杨梅，哇塞，感觉这个面会很好吃。油锅辣子酸汤面来一个，再给我的面里加点料，卤蛋来两个，再来两包榨菜，这个小鸭腿看着不错，来一个。这一篮子都满了，最后再来点熟食。阿姨来两个这个炸食，这个点还有剩关东煮，肯定是给我留的。那你不爹给他薄了，阿姨再要份关东煮。买好啦，把刚刚买的饭团都往碗里面放，拌一下，这怎么撕不开呀、啊、真的挤不出来。你吃的饭都白吃了。再来袋榨菜，再把灵魂这个串放进来、嗯、给它拌开。泡面里加我最爱的鸡腿杨梅、哦、搞定。开吃前整一个果汁，搞定。先来吃这个泡面，嗯，这也太香了吧，它是酸辣的，好符合我的口味。嗦面加汤，快乐成双。鸡腿，嗦面一时爽，香到天天有。这面味道还不错，但鸡腿更香。这样拌出来饭真的超好吃。美味、嗯、再搞一袋榨菜进去。你这口估计能吃下一头牛，脸都是这样被撑大的。拌面，哇，里面炸榨菜真的太香了。没错，鸡一分干饭赢了，艾瑞八粒类似够。你这剔牙的动作，怪不得牙缝那么大。冰皮鸳鸯蛋糕掰开，满满的桃肉，嗯，哇，这个羊肉真好爽啊。最后来尝一下罗森的关东煮，嗯，这是半夜的关东煮，它特别入味。哇，今天是吃了打饱的一天啊。